他前后顺序，他讲的话是怎么样？咱爱听大阿婆人的心声，爱尊重人大阿婆的意见。我拜托的话，大阿婆心声就是无爱去污染人嘛，无爱把这海边啊，搁因为我从海边穿开嘛。啊，结果嘞，你搁来这里要停码头，搁来拖给卖掉，有偿拨用给高雄港务局。拢无尊重你。二十级，哪有去跟我们沟通过吗？有吗？有尊重我们的意见吗？只是开一个说明会，开个公听会，哎，他们就擅长了，哎，奇怪啊。我们就是反对，我们才擅长嘛。东北他根本叫你亏嘛。你要做，你若是严没责，你硬要熬。我们拿回归金干什么？我们要生命，我们要过性命，我们回归金没中啦。是不是？我们要过性命。阿贵，我家里就是家己，拢家己出钱呢。六台，你五部游览车呢？然后哎。啊，我每个人，我是你就家出车钱，和你名气呢。嗯哼。啊啦，啊个来出，等下出家己电动钱呢。我家里面个村呢，迄个是个套房楼呢。我们这是从我提意见讲，问题要表达意见，你就无到阮遮开。结果你这海洋局局长他是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因为呢，阮遮开，阮遮人讲我开，伊开始小可胡说。我表示你这样子没有，你这样讲话，你根本一点诚意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要听我的意见啊！你单叫市长嘛，讲一句话，听大林埔的心声，听到不大林埔的。哦，发大埔遮未来要安怎发展？爱听一下大埔人的心声，爱听一下大埔人的意见。我遮心声就讲，黄金海岸嘛，很简单嘛。同样是靠海的人民呢，为什么不同的待遇、不同的命运呢？干唔是？家庭啊，有一个做好的一个油田制造专业区，它全部完全整地整地好了，路嘛开五十米嘛开好啊。对啊。一个价款，为什么伊无爱做？为什么你搁要停下来？甲南市卖这块土地，甲卖去，搁甲开垦，甲定来做？现成的你唔买，你搁停下来存这块土，这第一点。阮家几百年的海岸的新的历史啊！啊，阮家嘛存这空空气空气了尔，存这你刚才看无少，以前刚才看嘛，看一遍就是刚才看嘛。但存这个所在，存我的鼻孔啊，你嘛鼻孔嘛，会当喘气嘛。啊，结果嘞？你这边你能产业，你没有高雄港务局这边啊，这几个优点制造专区，那我们你要尊重我们的意见吗？好，我来当发决心啊！我讲我这港地方我不来啊！我们整个海内，你赶紧做些黄金海岸公园啊，对嘛？我们可以连接到高雄红毛港文化园区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得要去在决定家庭的淡季高一八千万，你要整理他们黄金海岸。我们大林埔，我大埔人都比较细汉吗？还是我不是高雄市民？你够听我的意见，你够听我的心声，是不是？还是你拢塞耳塞啊？啊，挂墨镜都冇看到，对不？啊，讲。